您已进入办公室火灾体验场景，请点击开始按钮进行场景体验。发现火情，请保持镇定，进行救火措施。请先关闭办公室电源。迅速拨打火警电话通知火情。报警电话选择。拨打成功。寻找附近的毛巾。用水浸湿毛巾后，您该毛巾捂住，请用左手柄拾取毛巾。请用右手柄碰触蓝色开关，打开饮水机。浸湿毛巾，请用湿毛巾捂住口。请尽快离开火灾现场。请按响警铃通知他人发现火情。请打开消防箱拾取灭火器，拔出灭火器安全栓。拔掉灭火器安全栓。请按下左手柄上发亮的按钮，打开灭火器，扑灭火源。成功扑灭火源，根据地面指引离开火灾现场。发生火灾时，请勿乘坐电梯。烟雾区危险，请弯腰前行，避免吸入大量烟雾。请迅速离开火场，您已安全脱离危险区，火灾体验结束。